说的，有一首歌谣唱句唱你，天和地合起来就是一个世界，离合句唱完了就是一台戏。都说那尘缘没完没了难尽，更看着苦海茫茫无际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人间的豪杰把地齐。水天上来，人间豪杰把地齐，把地齐。有一段音乐千古传奇，梦里头成就了君王一统江山，没音乐更添了男儿的豪气。都说那三皇不敌潮起潮落，唯有这朗朗乾坤声声不息。君不见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人间的浩然是正气。君不见江山代有才人，是正气，人间浩然是正气，是正气。请九千岁爷助我五颗夺魁，他日坐镇边关，保家卫国。好一个真男子，好风凭借力，送儿上青天。放心，这件事包在老夫身上，多谢。嫂子，虽然你与自成兄呢是已有婚约，可是呢素未谋面，倘若遇上个冒名顶替者啊，那可不得了喽。是啊是啊，自成岂可假冒。我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可他舅舅早把他的事情讲透了，他的事啊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嫂子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豪侠之气令人敬佩。来嫂子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干。李大哥，哎，我这个杯子里呢装的是水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碰杯啊？当然了，小弟来。第一呢，恭喜你找到了你媳妇儿；第二，恭喜你媳妇儿找到了你；第三个嘛，恭喜我二哥找到了像你这么个好朋友。小弟啊，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来。好，那我预祝你和我二哥大显神威，一个当状元，一个当探花。哎，小弟啊，你也要敬你二哥一杯，让你二哥呢也早点找个媳妇带回家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找媳妇的事啊，他远不如我了。啊，扭扭捏捏的，你啊就等着这辈子打光棍吧。各位兄弟，自成有话要对大家说，在下决定退出科考啊，即刻赶回陕西，家里有要事找我。哎，自成兄，明日便开始比武，比过了武再回去也不迟啊，让我们痛痛快快的打上他几场，管他是输是赢了啊。免了，这个年头的状元探花不要也罢。来来来，各位都把酒给满上。今后我李自成有什么事，
希望众兄弟帮助的话，还请各位鼎力相助啊。子成兄，有事你说话，无论你让干什么，我张发都认你这个大哥。好。哎呀，可惜今儿个张进没来啊，他遇上一个旧友，可能到什么地方喝酒去了。不管他，来，我们喝。花间美人，玫瑰刺。哎，杨姑娘，这是聘礼，还给你。云帆，你这是为何呀？你已经娶妻周氏，云帆不愿嫁有妇之夫。云帆。信王，你乃信义之人，云帆还要交你这个朋友，可云帆不敢高攀皇亲国戚，婚嫁之事云帆看重的是缘分和情爱，请信王见谅，的确不敢高攀。听你这番话更是让我心无止之。小姐回来了。嗯，把马牵进来。写完这最后几句你再动手。凡此逆迹昭然若揭，福王陛下即文武勋戚，却刑部严训以正国法，臣死且不忧矣。谨奏。壮士深夜造访，杨某未曾远迎，还望见谅。大人，你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可以拿走杨连的项上之人头，但是这份弹劾魏忠贤24大罪的奏章请留在此处。你不怕死吗？怕有何意？像杨某阳不愧天，俯不作地，光明磊落，只可惜壮志未酬，不能报效朝廷，报效百姓啊。大人一身正气，你不怕倒让我怕。壮士，你不杀我两难交差啊，你就动手吧。我认得你，你是张晋。哼，杨姑娘，既然被你认出来了，我已无退路，那只好得罪了。壮士，你这套少林武松刀法由智空大师所创，至今已有300多年了。我一出手，你便认出我的武功套路，佩服。武松刀法顿时，松涛翻滚，飞风发面，
竟是如唐宗傲雪岿然不动，招式中暗含五行生相相克之理，东西南北中前后左右如被松枝覆盖，密不透风，端的是武林一绝呀。杨大人竟演天下武功名不虚传，武松刀法如何破他？武松刀法威力如狂风暴雨，缺点是出刀凶猛，招式过于霸道，因而容易出现自身的破绽。破绽在何处？此刀法招式之连接处皆为破绽。多谢指点。云帆，不要上当。我说的心服口服，要杀要剐，细听分辨。壮士，何人派你来的？可否告知啊？你奏章里写了人家24条大罪，人家能不杀你吗？壮士啊，你也是考生吧？嗯，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啊，今日之事就当不曾发生。进了考场，多多努力，有了功名，日后也好报效朝廷啊。大人高风亮节，以德报怨，长进佩服。哎，壮士快快请起，告辞。等等，武松刀法招式之连接讲究奇偶对称，也就是说你使完第一招，连接的应该是第三招或第五招，奇数用于进攻，偶数用于防守，这样也就没有了破绽。大人三言两语够我受用终身，多谢。站好啊，都精神点啊。哎，各位考生都打起精神，按照今天比武的规则，我们只比拳脚，不比刀剑。魏公公驾到。有听说信王也在洛阳，为何不请他来此观看比武啊？信王说他到洛阳纯属是游山玩水，这科考乃是朝廷大事，他不便介入。杨大人呢？这比武马上要开始了，这主考官为何迟迟不到啊？会不会还睡在温柔梦乡里，还没起床呢？啊？
位大人。杨大人，为何姗姗来迟啊？哎呀，昨日有客夜访，要行刺于我，误了好梦啊。太平盛世，竟有如此狂徒。此人自称守卫公公指派，既然是九千岁爷派来的，我便把他放走了。你血口喷人，老夫纵然与你有些过节，自当在皇上面前与你辨明是非，岂能干那些阴谋暗算、卑劣之勾当？我也希望魏公公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既然你说那个刺客是老夫手下的，他姓甚名谁？你到来。武考马上开始。魏公公，杨某公务在身，容日后再说如何？好，我等你拿出人证物证来，还老夫一个清白。比武可以开始了。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此乃孟子所言。大家乃习武之人，为人要正，为武也要正，不欺弱凌幼，不助邪行恶，匡扶正义，保家卫国，行天下之大道，才可谓真正的武人。张发，张进，陈王庭，何人？李自成。考官大人，李自成已经回家了，放弃了科考。好，那你们先开始吧。这弓太轻了，换一把。换一把弓来。人便是温县陈王庭。传他过来，老夫有话问他。哎，陈王庭上擂台。
就是温县陈王庭。回魏公公，在下正是温县陈王庭。嗯，温县陈家108世长拳倒也小有名气，这射箭嘛不过尔尔。陈王庭，你可知道9000岁爷乃是养由鸡子生，天下第一神箭呢、啊、恭敬伺候，我陪这位陈公子玩玩。大人啊，去吧。魏公公，好剑法！献丑了，好剑法！此乃家父所传剑法，名曰凤夺巢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此乃后生可畏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件锦袍乃皇上心爱之物。去年为列涿州，皇上亲赐于我，今日把这锦袍转赠于你，包奖少年英雄。啊，陈王庭，还不赶紧跪谢9000岁爷知遇之恩呐、啊！承蒙错爱，王庭承受不起，我看还是魏公公您自己留着用吧。怎么？刚才你胜了我，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吗？多谢魏公公。这就对了。今日老夫高兴与设宴相待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好。魏公公，王庭有约在先，多谢您的美意，我看这就不必了吧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比老夫的面子还大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今日离开洛阳，我要为他饯行。哦，是不是退出科考的那个李自成啊？正是。周王庭，老夫欣赏你的品格，一诺千金。好，改日老夫再请你喝酒。谢谢。各位兄弟，我看就不必送了。子成兄，
这件锦袍送给你吧。哎，不行，锦袍是你教场比武赢来的，你应该留给自己做个纪念才是。子成兄，我看此物最适合你用，你是成大事之人，收下吧。那好，我就收下了。李自成，信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自成兄，怎么不辞而别呢？是啊，这么多朋友都来了，怎么就缺了我们两个呢？信王乃是皇亲国戚，自成不敢惊动啊。哎，皇亲国戚也需要朋友嘛。啊，自成兄，我就认你这个朋友。谢谢信王亲自来送我。自成兄，你家乡正在遭受灾荒，带一些银两回去，以解燃眉之急吧。好，我收下。嗯，嫂子，今日已经不知道何日才能再相见，我们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嗯，后会有期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啊！我们呀，就送到此处了。嗯，好。各位兄弟啊，我李自成永世不忘各位兄弟。啊，张杰兄弟啊，这两日你总是闷闷不乐的，莫非有何心事？我没有啊，没有就好。啊，各位兄弟们，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，王庭啊，啊，自成兄，王庭，你若中了武状元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成为战场上的对手啊。不至于吧？就是，绝对不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倘若真有这么一天，我想你的凤夺朝神剑不会对着我射来吧？自成兄，严重了吧？我陈王庭是绝对不会成为你的对手的。啊！各位兄弟，再见了。后会有期，再见了，后会有期。一路保重啊！你们也保重啊！再见。这个温县陈王庭让他到内廷当禁军统领，你看如何啊？陈王庭剑法超群，不过权械尚未比试，还不知其深浅呢。陈家武功也算小有名气，他的剑法能达到如此境界，想必权械也不会逊色吧。不过他似乎对杨莲是崇敬有加呀，就怕这小子屁股坐歪了。嗯，啊，我手下有人看出抢试卷的黑衣人那天用的就是温县陈家武功。唉，会陈家武功的天下也不止陈王庭一个人呐。再说他既然能到洛阳参加武考，想必是为功名利禄而来。嗯，我们何不借此笼络于他，为我所用啊。啊，干爹所言极是啊。干爹，那个张晋怎么办呢？我主意已定，一箭双雕，既能封住张晋的嘴，又能让陈王庭乖乖的投到我的门下。啊，好，干爹。哎，陈二哥，哎，他们呢？他们送李自成去了。嗯，哎，他们走多久了？嗯，大约。哎，陈二哥，你别追了，我想他们快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叫我一声啊？是你自己出去玩了吗？哎，二哥临走的时候还找过你呢。嗯，那还有谁一起去了？还有王屋山那个姓吕的。吕焕斌也去了。嗯，那也不叫我，真是的。哎，怎么了？一没打你，二没骂你，哭什么呀？你对不起
起我。谁说的？哦，我看不起你，我还把你收留。我看不起你，我天天带你出去玩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不瞒你说，一开始啊，大家只是同情你，可是现在，大家都喜欢你啊。不是真的，你就不喜欢我？真是好心没好报，最喜欢你的人就是苍儿我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苍儿哥，你笑什么？当二哥一回来啊，我就赶紧让他找个合适的男人，把你给嫁了。什么什么？你要把我嫁给别的男人？当然了，不嫁给别的男人，难道嫁给我呀？苍儿哥，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心里就说，若是能嫁给你这位公子，该有多好啊！原来你把这十两银子的文章分文不取的借给我，还舍命救我。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啊。苍二哥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可是我来到你身边之后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。苍二哥，我们俩不能这样啊。我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啊，马上就回来。苍二哥，你别跟着我。说都河图洛书，今年乾坤一里，只生之死，之贵之贱，之生之死。你会不会测字啊？测字算命无所不知啊。哎，那我写个字你给我算算，你要是算准了，我给你三两银子啊。你要是算不准，分文没有。公子请。公子，驴者，击鼓也。昔太岳为与新吕之臣，故封吕侯。公子是问福问灾问前程，亦或婚姻呢？我什么都问。好，公子请看，吕字两口上乾下坤，上阳下阴，这天地定位，这天地定位啊，圣人之意啊。公子若问前途，官分
九品，啊，品有三口。公子所提吕字，几乎少了一口。在下劝公子休得求官入仕，求至白头也不得极品。若问婚姻，啊，两口相叠是心心相应啊。然而两口各自为政，有缘无分呐、啊，永生不得合景团圆。哎，你这个测字的，你怎么一句好话都不说呀？啊，哎，这天下人原来都要阿谀奉承啊，罢罢罢，分明只与光明路，却把忠言当恶语。公子请便吧，公子之碎银我不赚也罢。你左一个公子右一个公子，还说自己知生知死知贵贱。在下早知你是女子，女扮男装必有缘由，阴晴圆缺随其自然吧，何须看破呢？看来你还真的有些小本事。嗯，不敢不敢。我走了。哎，公子不给钱吗？哎，是你自己说的呀，公子这碎银子不赚也罢。哎哎，你真的不给钱呐？不是说了你不要跟着我吗？人家担心你吗？ 我需要你不比大侠来保护我。大哥，你刚才是不是算命了？是啊，算命先生说了，说我们两个姻缘肯定不成，那个算命的不灵，不要听他乱说。姑米，我是有家室的人了。张二哥，我晓得像你这种人家的公子大多有妻有妾，我只要天天跟你在一起就高兴了。古米，我这个人吧真的不好啊，我就不是个真正的男人。哎，苍二哥，小弟说了，古米满仓天生一双，我这一生啊就跟定你了。哎，把眼睛闭上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把眼睛闭上啊！草芳草鞋，睁开眼睛吧。这样，我也是女人呢。你怎么可能是女人呢？嗯，爹妈生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知道，你还想嫁给我吗？啊，苍二哥，不，苍二，你好坏！我又没说过我是好人。王爷住店还是喝酒啊？陈王庭是不是住在这儿啊？哦，陈公子就住楼上。去把他的房间打开，我们给他搬家。哎，客人不在家不便打开房门。开不开？开，我马上开。哼，哎，四爷啊，这事儿啊，早说吧。陈公子啊，您回来的正好，这几位官爷啊正要给您搬家呢。陈公子，在下奉九千岁爷之命给几位换个客栈。我在这里住得挺好的，不换。九千岁让我们换哪去啊？啊，城西有个牡丹楼，九千岁爷给你们包下来了。
牡丹楼，我知道了，那是以前的定王府。啊，正是。啊，这位兄台，麻烦你代为转告九千岁爷，多谢他的好意，我不搬。程公子，你如果不搬的话，小的无法向九千岁爷交差啊。哎呀，哥，你干嘛不搬呢？对，救人于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这位官也挺不容易的，你怎么能因为你而连累人家呀？死定。哎，霍明兄，啊，你说魏公公请我们住牡丹楼，去还不去啊？当然要去了，这魏公公尧天顺德，半圣半神，如果不搬呢，这如何使得？就是啊。霍明兄，你怎么也……哎，人家是让你搬房子，又不是让你去做坏事。公子请。好。哎，牡丹楼就是牡丹楼，就是与众不同。程公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。哎哎，你在这儿给我摆个宋代的大花瓶，在那儿给我摆件唐三彩。至于这个字画嘛，我想啊，最好在这个地方嘛，有文征明的字，唐伯虎的画。小的这就去办。哎，等等，我看这些大可不必。那个，我们比武之后，马上就走了。奴婢奉九天岁爷之命前来服侍公子。我不需要服侍，你们回去吧。哎呀，二哥，你干嘛呀？人家是魏公公派来的，你啊想不领这个情还不成呢。是啊，你想你把人家赶回去了，那说不定一个个都得挨罚呢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我你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啊，二哥，人家又不是给你做媳妇的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哎，小弟说的对，这牡丹楼如果没有牡丹，这怎么行呢？你陈公子，九千岁爷挑中牡丹楼给公子用，是因为这里有一间最好的习武房。哦，习武房啊，请。奴才见过陈公子。啊，几位好。他们是啊，这几位都是陪练。哦，魏公公真是无微不至啊。就是二哥，你这回若是考不上武状元，太对不起魏公公了。你奴才愿意叫陈公子姑姑。